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马放货物困难，崩铁 2.5 妙趣满堂全攻略合集瑞藻六合马放货物瑞藻六合 Remake 代言万象。这边我们一下来做一下我们困难模式的马放货物。这边的话，我们这边也是第一关，就看我怎么去摆放顺序就可以了。因为这位置要是解说的话也比较难的，因为速度比较快。这一关完成之后，游戏是来到我们的第二关。第二关的话，这些我们首先放的这三个，这是啥？麒麟还是啥？都是需要数字放的。有再放上四个地毯之后，我这边继续放上这个小的一号的地毯，全部都放满之后，开始放我们这个书架。有全部都放完就可以完成了。这边完成之后，也是来到我们这边的第三关。第三关这边的话，优先我们是需要放上三个这个雕像，有以是竖着放，就一个横着放就可以。有放上这个桌子，放两个桌子上面的话，放上我们后面这两个地毯。每个都放一个，在最后放上我们第二一个这个长椅就可以完成。这边也是来到我们的下一关。